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神器呢，是 BOSS 公司的刀迷你啊，非常小的一款音箱啊。我们来给大家听一听它是什么动静啊。首先呢，先拆封啊。我现在拿到的是一个新的产品，还没有开封。好了，现在把它这个打开啊。这个包的还是很严谨啊，你可以看到里头有这个电池啊，准备好的，预先准备好的六个五号电池。好，我们先把电池拿开，然后呢，继续拆啊。电池呢是这个留给我们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用，然后呢，如果有电源的话，可以先不用电池。然后呢，看这个直接就拿出来，拿出来就是我们的BOSS 小刀啊，我们的小刀跃然纸上，然后里头是说明书，可以看到啊。然后呢，两个海绵去掉，这个呢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把它这个。包的还是很结实啊，这里三层外三层，然后它这个原厂粘的这个粘封还是很结实的，这样呢，来了啊，这样我们的刀呢，mini 就跃然眼前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BOSS 刀的外观啊，然后呢，它是大概也就是两个 iPhone 手机那么大啊，或者说三个吧，三个竖着一拼，然后呢，它用的是一个这个四寸的喇叭啊，四英寸的喇叭。然后呢，这个功率呢是七瓦，是七瓦啊，不是十七瓦啊。这个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，它可以插电源啊，然后呢也可以装电池，这个就是电池仓，我给大家打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哎，这块好，正好把我们刚才的六节五号电池可以塞进去啊。好的，好，来，我来给大家把电池放进去啊，可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看一下这个电池怎么放的。抠的时候啊，你得这个使劲得使匀称了，它是两个开关卡扣啊，所以是两个卡在一块儿，所以同时开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电池一正一反啊，它是一正，看，然后一反，好，然后一正，好，一反，一正一反，因为它要符合这个电池的正负极的这个连接，所以它就是设计成一正一反。好。都放进去了以后，我们来关上我们的卡槽。好，然后呢，看试一下啊，开机，看这开机很明显啊，我不用跟大家说，就是 power。哎，打开看，灯亮了，说明它能工作啊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今天特地呢使用了一个这个 Providence 的线啊，连接线。然后这个线呢是日本生产的啊，它是非常好的一款线，我可以给大家拆开看一下，看 Providence 啊，这叫 Light Edition 啊 ，Light Edition。好，然后呢？它怎么打开啊？这样的，从上面抽。好，然后呢，很精致的一缕线啊，这个是五米的，我们买的是五米线啊。看它这个线还是捆绑的很精致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不着急慢慢打开。好，我们来插上琴了以后呢，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箱的基本音色啊。首先打开这个开关。好，来，我们看到 input 现在已经插入了我们的这吉他的输入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这个钮啊。首先看一下，其实我们先介绍一下，把所有的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增益啊，先来看这个音量钮啊。你看，现在我弹琴了，但是弹弦了，但是没有声音啊。然后一点点开大，声音变大了哈。然后再拧小，这个就是音量钮啊。然后这个钮呢是增益，增益呢就是把它的声音变得失真度加大啊。你看原声我们也可以加大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通道的转换开关，然后呢它这上面是三个音色啊，三个音色通道，第一个是 clean， 然后第二个是 crunch， 就是稍微有一些脏的过载啊，然后在下面一个是brown， 也就是重型，稍微重型的一些的失真音色啊。然后呢，音色我们等会儿听啊，等一会儿再听。好，下来这个三个钮啊，它的钮的构造还是比较简单的。这三个钮呢就是均衡啊，然后你看上面写的 equalizer，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 bass， 然后这个是 middle， 这个是treble， 也就是低音、中音、高音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声音，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呢，我们可以自己调整一下，比如我需要低音高一些，中音衰减一些，高音再强一些。这个是做成了一个比较具有乡琴色彩的一个音色啊，电琴的原声音色。这个呢就是delay 模块啊。 delay 模块干嘛的呢？很简单，它是两个钮，一个呢是 time， 也就是我们延时的这个大小，是不是延时的这个延时的
时间大小。然后呢，这是延时的这个量。看，当我们把延时的这个量开大了以后呢，延时会变得越来越明显，也就是说它是控制延时程度的。你看，当我们开到最大的时候，它就很明显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控制时间啊，这个钮控制时间。看，我当时间拧大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延时也会变得很大啊。好，一个是控制这个延时的明显程度，一个是控制延时的时间啊。我们可以适当的调出来一个延时音色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部分啊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音色通道，好，现在呢这个就是先是一个这个原声的这个音色啊，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再来把声音开大一点啊，它声音大小也可能可以调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弹一遍。好，然后声音变大了一些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通道啊，就是 crunch。哦， crunch。好，看，就是稍微有一些脏的这个过载啊，但这个 crunch 的这个音色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的 gain， 也就是增益，可以调大，也可以调小。我先稍微调大一些，让它听起来更脏一些啊。适合我们刚才这首歌啊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通道，也就是这个 Brown 通道啊，更重一些的这个失真音色。它可以弹一些稍微重一些的偏美式重型音色一些的音色啊，我们可以听一下。下面面板上的所有功能呢，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。好，我们听一下轻音啊，可令通道，来。听一下这个 crunch 的这个音色啊，因为它的功率比较小，喇叭盆也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还是不是很大啊，它是体量感是有限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重型失真的音色啊，在第三档第三个通道。然后呢，最后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这款音箱呢，它是没有自带电源的，所以我们的电源呢要另行购买，其实就是一个九伏的普通电源就可以了。九伏记好啊，大家记好，九伏350毫安就够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